女神乐呢？不是，全军出击。一会儿的吧。婆婆丁蘸酱，你们嫂子不想吃婆婆丁，血晶她应该吃重不？中之重，但她不知道。哎呀，她学个转儿，E A 平 A 平 A 平 A 是要平 A，还下把玩个盖伦行平 A。打了他五下，差不多。后边那个小兵你就别吃了啊，这个经验你不要就算了。平 A 走了。你们知道盖伦转人的时候身上出那个大宝剑啥意思吗？你们知道啥意思不？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啥意思。有人知道啥意思不？我一开始也问，我说这盖伦这个转人的身上有大宝剑什么意思？现在我才知道，真实伤害不对，不对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告诉你是啥啊？盖伦转离最近那个人会受到25%的额外伤害，那个就是那个大宝剑，就是你离得最近的那个单位。抽一下，EA 打法溜，平 A，你看假猴身上有那个大宝剑没？我先抽你一下。很难杀呀。逼你一下，这家伙这个费劲的，你抽一下真不容易啊！对面什么打野？梦魇打野，梦魇搁中呢。哎，不杀了，回家了。这个位置太危险了，而且他升了，我们回家。先来一个小药光，再来问问土地老儿。大头儿子，别怕啊，我就在你旁边。小头爸爸来了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个盖伦现在是20个兵，这把应该挺难杀的，等6级才能杀得了他。妖怪哪里跑？现在我终于知道了。这猴脑袋跟释迦果似的，这不是榴莲。才刚刚开始，先扣一下，掉线了，EA 打反溜，他真猥琐。其实他这么猥琐根本没有用，因为早晚他都得跟我拼。他只要是个人，他就忍不住。
他跟我拼他就死。来，兵线往出拉，他敢过来补这个刀，我们就抠他。我其实希望梦魇能来，兵线往出推了，这波看他出不出来啊？离塔太近了，不好抓，可能剩一丝儿血能。哎，漂亮！别让他恐惧到我们，闪现 A Q 转起来，算了，打盖轮吧。也不知道到底是我抓你们，还是你们抓我？你看，打着打着，他妈还跑了呢！你想斩我的猴？那不行，这打不了了。哎呀，哈哈，小鱼儿啊！给了我一只鱼儿，鱼儿有点多呀，一下给我来了仨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打他儿子有点不仗义了啊。大头儿子属实是有点不仗义了，兵线也不给我卡一手，自己偷摸就全吃了。一会儿那个红 buff 你不给我，你真是对不起我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人真是一兵也不补。就跑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这把真的会特别难杀这个盖伦。他玩了一个一点用没有的英雄。完了，他还不打优势，他还老跑，跟我猴和平发育，关键他还被压住了，那不能杀啊，他有 W 不好杀，这干啥呢？这是。一 A 滑滑溜 A 接钩转起来，往后拉，再接个钩。他虚区有点高啊！哎呦我操，虚区有点高啊！我把他恐惧躲了，没打过他。其实主要还是红惩戒，这红惩戒减少我25%的伤害。那20，减少了我20%的伤害。红惩戒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别在 Q 上打就打过了，刚才必须得 E 他 E Q R， 然后 W 快点放，不能让他恐惧，恐惧到了是必打不过的。乱放的阵型。难杀呀！妖怪哪里跑？这把虽然盖伦他比较难杀，但你们可以看一下他阵容。
你就瞅俺们家的阵容，你再看看他对面的阵容，就这个阵容还跟我们家还和平发育呢，我都不知道他发育啥。选这么个烂阵容，就跟我们要和平发育，我的天！这波把峡谷打了。打个峡谷，我感觉我塔皮吃不着了。那小光头也不打，我自己打吧。你有点太不仗义了，我说实话，你是一点人事也不干呢，你干克一点也不干克，养哪吃兵线呢？还行，我吃到塔皮了。你能不能抓波人？完了，没打过，血太少了。这波不跟他打好。我就感觉我的血血威是有点少。取经才是受损他的阵型。还行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把一血塔拿了，啊，我们家一血塔呀，那还行。盖伦就是那个 R 技能基础伤害太高了，这么多血就死了。我们没多少血，刚才我血不满，我血要满还行。打的就有点烦了，你知道吗？贼鸡巴怂。打了半天连个屁也不放，打就跑，打就跑。小光头也不当人，也不敢可。把红打了呢。但俺问问土地老儿。这波可以去把那盖伦杀了，这波他打不过我们。跑，跑吧。我看你能跑哪去？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？
也有了，先来个黑切，左一不应该来，左一来了那小驴人杀不了了，本来是能杀的，他要是不过来，这个小驴人一千块钱也没有，一千零块钱也没赏金呢。几个人中路可能会来一个梦魇，梦魇的装备不算特别好，他应该打不过我，等下条龙吧，把郭曼战也打不起来，慢慢发育吧，伐木吧，办法，人太多了，支援速度有点快。还不如闪现把那梦魇换了。那唯一用闪把梦魇换了，其实都能好一点。1200，算了，等会儿钱吧，等个200块钱。杀小驴人，现在杀不了。这都没用，这也没，这都没用。一会儿打起团来全没用，没一个有用的。下边小龙就是他妈团灭的时候。回家，回家出黑街，然后小龙，等我小龙啊！死死了吧，没事。哎，死了好像不行，死了缺少持续伤害，盖伦没人打了，不行给了吧。真能送啊，没有队友啊，他要没闪就好了，他还有闪现。
锦甲血魂卷，没烟起来了，打龙吗？打大龙吗？直接打吧，你们直接打，我去中路还能拆个塔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杀个轮子吗？你们怎么一个闪现都打不出来吗？我打一个闪一个，打一个闪一个，我都膈应死了！我靠！我打个小绿人闪走了，我打个那个梦魇闪走了，我打个机器人，机器人没闪啊！我打个盖伦，盖伦闪走了，我打个轮子吧又闪走了，玩个屁！哎呀，嗯，后边有人吧？后边没人也不能找他打了。后边有梦魇，我们也打不过。回家了，出血手，来个血手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中路团战，那机器人敢勾，直接把机器人杀了。你咋的呀？你是觉得你自己很幼稚吗？回血，凯旋。GG。灵幻舞，盖伦在我这没人面前装幼，装坦度，我不知道他哪里幼。打个163，花育了23分钟，一波团战游戏结束。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的，盖伦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